春活泼校园女团唱着日语，手舞足蹈，鼓励成长路上的人们找到珍视的事物，保持知足心态就能发现美好。而特摄英雄则以简报形式传递日本特摄作品带给同学们的启发，以及自主学习突破疫情对语言学习所带来的冲击。这是台北市道江商职应用日语科今年高三毕业生的成果发表，展现多元所学。我们这次成果展的作品是《塔罗西鲁》，表达的是知足，要不能贪婪，然后保持现状拥有的。我觉得在准备成果展比较辛苦，应该就是我们还要边准备我们的课业，然后还有各种的检定，然后用课余的时间去准备其余的表演。所以我觉得这个成果展让我们学到最大，应该是我们要如何学运用自己的时间。对，就是以后可能这个能力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大家在很忙的时候难免会慌，然后大家也有可能会有意见不合争吵的时候，那我就是当那个替这个团体调和的角色，然后倾听每个人的想法。就比如说大家一开始舞蹈的部分都没有办法跳得太整齐，但我们就会有想各式各样的方法来看能不能应对对每个人的舞蹈能有做什么样的修正，然后到今天我们也很顺利的来跳这个成果展。男团选的曲目第一首是 Laffer， 然后这首歌传达的是有一位男生他对于一位女生很在意，可是他又不得不去放下她，这样子就是要好好珍惜身边每遇到的每一个人。然后第二首是泰斯之那摩诺，就是身边重要的事物，这样子。除了曲目演出和简报，学生更以日本民间故事《剪蛇麻雀》为题材，从剧本的编排、道具的制作，并全程与日语发音，细腻呈现三年来的学习成效，对日本戏剧文化、语言及各方面都有所掌握。我们本届的毕业成果发表会是以它的主题是以知足，就是日本话是塔罗欧西鲁，就是老子所说的知足常乐。那也是我们全体的师长们期盼我们所有的毕业生对于这个我们同学们将来对人事物都能够他们的价值观都能够有这种知足常乐的观念。那当然我们这次的毕业成果发表会同学们表现得非常的优异，像本年度我们就已经有到国立台湾科技大学就是应用日文系这样的第一届的毕业生，就是第一志愿的毕业生，那也有海外的毕业生，海外的就是到别府学院、别府大学，我们有日本的国际经营管理学系，以及我们学习院大学日本舞，就是日本语的文学系。所以我们每一位同学都能够不管在国内国外都能够100%的录取他们理想的学校，真是让我们觉得非常感到为他们感到高兴。那当然毕业以后每一位同学都能够在日本商社还有有关日本公司等等从事日本文化的工作，他们也都纷纷的回到学校里面来，觉得在学校里面真的学习的非常的良好。那我们也甚至于这次我们能够跟日本的宫崎县的日南正德高校，我们有跟他们三年来因为 COVID-19 的关系，我们还是仍然在这个同学们在日本语的学习都没有间断，我们也跟他们做了这样的国际交流，当然都是我们在日本文化让同学们能够多元学习。尤其在今年我们更是成立了我们的声优专才组，也就是跟就是角川动漫这样的一个机构
我们来做产学合作，让我们双方能够让同学们学习的更良好，这我们在毕业成果发表会都能够充分的展现成果。我们的日本文化交流协会的接任的富吉达先生，他亲自莅临给我们全体的同学来做应届毕业生来做勉励，他也告诉我们带来了喜讯，就是日本的公司、日本的企业也希望从我们这样的一个高职生，他深深的感到我们道江商职在日本文语、日本文化、日本语的教学真的都能够达到 N1 N2 这样的好成绩，他们希望能够争相的来取材进入他们的就是企业跟公司，所以让我们觉得非常的高兴。那我们今年的话就是一样，就是因为我们班是比较特别，这一届男生比较多，这是英日科比较少见的，那我们就恢复了一个男团的表演。那在男团的部分，因为就是同学们想要唱歌唱唱看，那我就让他们就是有同学可以发挥的舞台，就是也有歌唱的演出这样子。那今年的戏剧的话是以知足为一个主轴，那就是要借由这个故事呢，告诉大家在我们疫情之下，我们应该要更珍惜身边所有的人事物。这个成果展的话，我们是从暑假就开始了，那同学都是利用课余的时间有在做一些练习。那为什么定调在知足，主要是因为以民间故事这个就是剪绳麻雀为主，就是要那个里面的老太太跟老婆老太太跟老爷爷，那他们两个因为个性迥然不同，一个是比较知足常乐的，那另外一个是比较贪心的，那最后得到的下场是不一样。所以我们是经由那个故事来定调说我们今年就是用知足，那又刚好因为是那个疫情的关系，很多东西一下子就不见了，对，所以我们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就是要知足常乐，然后珍惜身边所有的人事物。毕业生团队默契十足，不仅展现日语实力，也让所有与会嘉宾感受学生从稚嫩蜕变为成熟、互信互爱的成果。多元精彩的发表为活动画下完美句点。记者问君台北报道。